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彩幽灵，这一期给大家带来关平的所有 CG， 还有神术攻击和无双技能的演示效果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普通攻击的连段技能，大刀太大了，挥得有点慢。现在我们看一下 CE 的技能，刮一下，大刀刮一下，看一下 C2， 一个挑空，再来看一下 C3 的技能。现在我们看一下 C4 的技能，再看一下 C5 的技能，非常爽。最后看一下 C6 的技能，啊，没有兵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固有神术技能。哇哇哇哇！再欣赏一遍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无双技。再欣赏一下空中版本的无双技。开觉醒状态，看一下觉醒无双，再来一个空中版本的觉醒无双。好的，咱们这一期的人物技能演示也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